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第966集的节目。今天和大家分享电影工作室系列的第9号作品 Thundercrack 今天来。它是一个反斗城限定的产品，然后在台湾的反斗城呢，这两天已经上架了。台南的南纺梦时代的反斗城就已经有铺货，而且价格呢居然跟一般的 Voyage Class 是一样的，也就是台币1300块钱找一块。然后实际上呢，我必须要说它的配色会远比我想象的要来得好看。它的盒子后方这种蓝呢跟实体的蓝有很大的不同，它盒子后面的这种蓝色呢大概跟这个我喜欢这个经典系列的 Deluxe Class 的这个蓝色可以说是非常的接近，也很好看。但是实体的这个蓝的话却非常的黑，很深沉。各位这样看，我手边呢基本上我找不到一款跟它这个蓝的接近的玩具。比方说我拿刚刚的这一款，这个经典系列，你看这两个蓝色这一比的话，你会觉得说这个我们这一款这个 SS09 号这根本已经是几乎是一个黑色的感觉。那我手边以深蓝的程度来讲的话，应该我手边的这一款 OP 应该算是颜色是最深蓝的了。可是呢两者相比呢还是有一个差距。那可是呢实体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它这个配色虽然很深沉，但是质感感觉上看起来还是相当的不赖。关节的话呢，比起它的一个原模，也就是电影第五吧，这个氮气这个关节各部分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稍微偏松一点点。不论是这一块部件呢，还是这一个部件，还是这个地方卡上去的感觉，以及这个腿啊膝盖啊各个部分，包括这个手肘的这个关节部分，我都觉得好像是稍微的没有那么样的紧实的啊。那两者放在一起几乎因为配色实在是差了很多，我也不会说很强烈的第一眼看到就是说哎好像是同模改，其实是因为这个颜色实在是相差的太过于巨大。侧面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对比。但其实呢我自己的话啦，我倒不会特别说拿这个氮气跟它做个对比。而且我发现一个东西啊，这个它这个子弹的部分是整个是黑的啊，刚忘了把它给扣上去，这样可能会再好看一些，这样比较完整。好，那两者有什么好特别去比对的呢？我觉得就是可以当成是完全不同的角色。甚至于说呢在盒子的外观上面，各位刚刚忘了跟各位提到这个点，它的这个 Dark of the Moon， 也就是它的电影第三集，那可想而知它这个角色应该设定上就是跟氮气的话应该要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了啊。然后这个就是我提的，它这个关节感觉都是比较容易去崩开啊松开的一个感觉，它应该是要跟它的一个队长吧，这个 Starscream 两个呢做一个对比才对。你看两个人，这个其实他们应该是同一个小队。然后我前两天我发了一个动态，我说如果非得重涂的话呢，你拿电影第五集的 Voyage Class 的 Megatron 呢，你把它涂成紫色，换个头雕，然后改成这个闹翻天或者叫天欧，我觉得我会买单啊。这个毕竟都是三个飞机，然后造型又都不一样，我觉得是对我来讲是有吸引力的。然后我们就一定要提到这其中，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 Starscream 尽管台湾的翻译叫做天王星，可是其实你现在如果去 Google 上面你打 Starscream， 它其实跳出来的翻译叫做红蜘蛛，也就是说 Google 它已经认可了红蜘蛛是 SS 的一个正式的一个汉字的翻译啊。那么呢既然它叫红蜘蛛，可是呢这一款跟它应该说是队友吗徒弟吗，就是 partner 的这一个 Thundercracker 呢却真的有一个蜘蛛的一个头型。我把它的头呢给拔下来好了，这个是这个有玩过氮气你也知道，它这个头呢做的非常的恐怖，很有特摄片里头怪人的一个感觉。而且这个眼睛，有朋友说这个很像 BW 头的，应该是狼蛛的头吗还是谁，你看到吗，这血红色金属红的一个眼睛，还有复眼，这样跟你看上去真的很恐怖哦，而且有点恶心的感觉，也不能讲恶心的，就恐怖阴森的感觉是相当强的。而且它就是一个 SS 的一个头，我们把它拉近你看，你对比一下两个的头型，基本上就是同样一个头
头的一个形状几乎就是一样，对不对？很恐怖啊，我是说这个啊，真的，这个血红色这个眼睛你看得越久你会越觉得它很恐怖。然后呢，虽然它有一个可以换的一个头，然后呢我试了一下这个泰坦回归里头呢，基本上呢我找不到颜色跟它一样深蓝的家伙，真的找不到。那这个头其实也不配了啊、哦、就是大小比例来看的话，它这配上去你看头大小是配不起来的，加上呢这个扣的时候呢非常的紧，我怕我把这个玩具弄坏。那你可能跟我说这是 Deluxe， 叫我拿 V 级或是 L 级来扣。同学们，你知道泰坦回归的 L 级跟 V 级它的头要变大是因为本体会有一个面具或者是一个头盖给它盖上去，它的头才会变大，头领但是的本体是一样大的哦，所以就就不要考虑说要换其他的头吧。那玩具的一个模具本身是比较优秀了啊，后方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推进器。那我当时在做氮气的时候我给它的评价很高，那么有朋友给我留言到说，其实这个玩具呢据说它本来应该是在电影二的时候呢就已经设计好的一个案子，但是没有拿出来卖。如果是这样子的解释呢，基本上我是可以认同了，因为电影二的设计来讲是比较处于一个巅峰的一个状态。如果是这样讲的话，第二集的案子现在才把它拿出来做成一个玩具是可以理解的。那我现在要做的呢是把它后面这个地方给展开。各位，如果你对这个经典的一个 G1 或者是讲说一些，其实也不只是 G1 啊，各个系列的一个 Thundercracker 的一个背后呢都是有一个张开的一个翅膀的，这样子的话呢也是另一种展示的一个感觉哦。那我们呢还是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吧，算是第五集之后一个非常优秀的模具。这个手炮先收起来，两手呢先把这一些部件呢做一个简单的整理。这个像是一个十字弩的这个部分呢把它收进去啊、哦、那收进去的时候呢这两片呢小心不要去跟中心的这个地方呢去做到一个推挤啊，把它往内推一点就可以收进去了。然后呢两个这里利用这个双动关节把它给折下来，我尽量光把它打强一点给各位看清楚些。那实际上在变形的时候呢真的是可以感觉到它的一个整体关节上的一个比较偏松的状态。然后这一块部件由内往外推出来，然后呢再把这个单纯的这一块部件给抠出来，再将头部的话呢做一个旋转到后方的一个动作。接下来的话呢我习惯的是把这一片往后面先推过来，接下来呢就进行身体这些部位的变形了啊。啊，对了，这个拳头还是先把它给收进去吧。首先的话呢是从这一侧的腿两侧拉开，然后呢这一侧的话呢有多一个机关是从这边可以抬起来，然后这里有一个连接的一个关节，这一侧是没有的。推开来之后呢我们要做的是把这个手臂呢往下方推过来，往下方推过来之后呢从这个地方旋转一个角度，然后呢飞机的头部呢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这样往内推进去稍微用点力啊，才能够把它给推到一个比较密合的状态。接下来的话两条腿的话呢这个地方再把它推回原来的位置，基本上两条腿是没有什么变形的一个结构的啊。接下来的话呢是把这个手呢给收到这里头来，收进去的时候呢是把这个肩胛这边部件呢给推开来，然后呢直接的从这个地方这个关节把它往内推进来，直接的推到那一侧。然后这里不是有个凸吗，这个凸对不对，把它转到正上方，要跟这个飞机的内侧是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的啊。从这个地方推进去，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啊，实在是太暗了啊，这个地方不容易去看清楚。从这个地方这样照一下能不能照得清楚，这里有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哎，终于拍清楚了啊，把它给压下去。这样一来的话整个身体的骨干的话，飞机的骨干已经算是变形完成了啊。然后这个翅膀的部分呢我们是刚才已经把它给解开了啊，所以变形这个部分呢就各位就如果你真的很想知道你可以去看我之前录氮气的影片啊。这个脚的话呢往前面推之后呢把它往后面翻下来，然后呢转到一个侧方的外摆内收这个位置转过来，然后腿的话呢给推到这一侧。接下来我们先结合腿部啊，它这个地方的结合卡扣呢主要有两处，一处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凸对吧，扣到这个地方内侧，这里是有个洞，以及呢这里你看它这个地方它其实是有一个方形的一个凹槽，它是要扣进这里，
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倒钩的啊，这两处呢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结合位点。那我的习惯是会先扣前方这里，因为它这个斜插插进来这个角度之后呢，勾住之后我们再来去密合后方的这个位置，可能这样会比较好变啊，可能这样会比较好变。好，给扣进去了，两侧都扣进去了。这一侧也是一样的，我们把它转到内侧，转过来，这个转到这个角度之后呢，从这里这个地方，它这里有个倒钩要勾进这个地方，对不对？方形的这个槽里头去，那这个地方是要斜一个角度把它给卡进来，卡进来，然后呢后方这个地方这个机翼的部分呢，不小心把机翼给压到了啊，从这里就再扣一次，然后这里有一个后方有一个结合的一个关节， OK， 把它给压紧， OK， 这一处还有这一处两侧都给压紧。接下来呢，飞机头虽然刚碰松，不过无所谓啊，接下来把这个翅膀的部分给往下放，往下放的时候也是有三个结合卡扣，第一个是这里，这边有个凸，它要扣进这个，第二是这边有个凸，扣进这个有铆钉的这个洞，以及最后面这个地方呢，它这里是有一个小小一个凸，它扣进这里。这个地方的话呢，基本上是比较不重要，因为前方的第一个卡扣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滑进去，它是稍微有一个斜斜一个角度滑进去之后，我会习惯这里把它给捏住，然后呢这里凸根，然后这个地方再把它结合，然后最后这个地方再来做这个地方这个调整，基本上呢会刚好卡进去。如果你前面卡对位的话，它这个地方会基本上会刚好一个高低落差，会刚好卡进去。这一侧也是一样的，下来哦，我习惯的话是先捏住前方这里捏住，然后呢这里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太暗了照不到，算了，这样压进来， OK， 有扣进去了啊。然后最后这个地方它基本上会刚好一压就整个下去了，最后再把飞机头这个部分呢往后面推一点点。哇，搞笑了我，喂，有没有搞错啊？刚为什么都没有人发现，没有人阻止我啊？这里不小心把这个机翼给扣进来了啊，来推上来， OK 了啊，这样就行了啊，其实也不是很难的，对不对？ OK， 因为基本上都有变形到位的话呢，压一压挤一挤就可以把它给推到一个定位啊，这也是这个官方玩具的一个很强的一个优势啊，就是这个简单的一个变形啊。OK 吧，那么这个变形的话呢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啊，以及还有它的这个飞弹可以把它扣到这里，扣到下方来。 Thundercracker 的飞机我给它的分数呢会比机器人的话呢还要再更高更高的多。它的飞机的形态呢，之前我们在录氮气的时候呢，我曾经抱怨过它的一个尾部这一带太过于厚重，这里你看露出来的机器的部位实在太多，底盘也是一样，感觉稍微的偏厚重了一些。但是呢因为它这个这一次配色呢，整配色呢是整个的分深沉的很多，它的这一带的感觉呢被有一点点压缩，然后加上这个机翼从这个地方掠过的这个涂装的话，会把我们的视线往两侧带开，那这一带的话反而就是有一种真的是有比较巧妙的被隐藏到的感觉。这一点的话呢是我觉得它进步最多的地方。狂派的标志是黑色，那变成说是相对来讲比较没有那么明显，那这两片铁灰色的部件在这边对整个机身的一个立体感真的是强化的很多，非常的多。它的一个驾驶舱呢是有一点点浅茶色，那一样是可以做一个打开的啊，打开，但是稍微偏紧一点点。而且它这个打开的部分呢，你可以看到它这里啊，我们之前看它这个外侧还有蓝色的涂装，之前的氮气的话呢是直接的是整个的一片的透明，等于是说外面这一圈了啊。我们这一次的这个 Thundercracker 是有加上涂装的，那内部的驾驶舱的话呢也是可以搭载一个这个泰坦回归系列之后的一个小人偶，也是可以装进去的，扣上去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也是把玩性来讲还是相当之足够的。飞机状态下的话可能底盘还是感觉还是会略厚，但是呢你看这个这么黑的一个配色，对不对，对应这个样子确实是有比较好看一点点。那涂装的话就是多了这些机翼上面的这些纹路之类的，其他的话就是深蓝色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色调。那么呢我们就也顺便对比一下吧，这个电影工作室系列里头的这个 SS 两个身高啊大小啊比例做个简单的对比吧啊。这个
虽然都是飞机啊，虽然都是这个 Seeker 小队，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分法，就是说换个机器人的形态啊，载具的形态也稍微换一下，对不对？你就用不同的飞机载具的机器人来重涂成 Seeker 小队，基本上头雕要换了啊，就我是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啊，就是有一种特殊的一种有战队的概念，然后又有一种彼此间有所不同，但是又是同一个就是反正就那种感觉啦，我个人是蛮赞同说是否对拿个 Megatron 呢来重涂成一个这个 Skywarp， 我是个人是乐观其成吧。那么这一款的话呢，总结来说实体的配色，实体看到的时候呢比看官图还要来得好看，蛮难得的一款作品。那目前是反转城独家限定，所以价格要下来我看是有一段时间的。那么这一次的玩具呢，是一位我收看我节目很多年的一位理性的变形金刚同好，他从大学时代就看我节目，看到现在已经是社会人士，这个应该是他从国外买进来的，然后都还没有拆就借给我来做一个开箱影片。那我因为比较忙慢了个几天，哎，没想到台湾的反斗城也已经铺货上架了。那各位有兴趣的话呢，你如果觉得看的影片还不够过瘾，不够真实的话，你可以去反斗城实际把盒子拿起来看一下里头的一个内容物，我相信你应该会蛮惊艳于它的一个实体的一个表现的。那今天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咯，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